譬如说，米店朱老板会告诉我公教去了西街，再比如说，姚谦被毒杀以后，全身之物全被抢走，居然会留下一块玉饰被宋某轻易捡得。听宋大人这话的意思，数日查案不会查到最后，这驸马爷倒成了无罪之人了吧？有罪无罪得公堂审罢之后才能知道，即使审判完毕梅子林有罪，宋慈也以为此案是有人设下了诱饵，布下了圈套诱其作案，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你，刁光斗。我这么说不冤枉你吧？不错，宋提刑说的丝毫不差呀。好，宋大人，此时这屋内仅你我二人，你不妨坐下，你我抛开面具，说几句推心置腹的话如何？好啊，说吧。宋大人，事到如今，我也就实话实说了吧。这回从一开始，我便要有意和你较量一番，斗一个输赢的，你信不信？我为什么不信呢？世上的人本就千形百态，有你这样歹毒阴险之人，不足为奇。歹毒阴险之人，是这样吗？啊，行，你怎么说我咒我都行，我无所谓，我不教书，不必为人师表，我不当官，也不必效忠朝廷，我不过是一介平民，啊，与世无争，无非就是挣几个银子花花而已嘛，是吧？说来还不是怪你呀、啊，我本来躲在郊外好好过我的日子，你偏偏要找上门来，弄出一个白骨案，到如意院门口是吵吵闹闹，还有那个刑部小吏也是探头探脑的，你说我能不生气吗？更何况你宋慈的出现，能不勾起我的旧痛旧伤吗？哦，这么说，倒是我打扰了你这位隐士喽。对，所以这次我要杀杀你的威风，消消你的傲气。第一个回合你输了，哼！我把你过去审案办案的手法细加揣摩，如法炮制，步步引你上钩，人证物证样样俱全。一步一步勾你上套，哈哈！果然，你把那个竹如海定为了杀人犯，打入了死牢。偏偏那竹如海受不了委屈，一头撞死了。我承认我输了。哎呀，宋大人承认输了，真是不容易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？接下来你不错，比我预料的要好。你很快便查清了小桃红的进尸之处，又活捉了柳青，只差一步他就没命了。最后你根据那枚玉佩，很快便查到了杀害小桃红的凶手驸马爷梅子林。不对，小桃红不是梅子林杀死的。怎么，他自首的时候没承认吗？他是这么承认的，但依我看来，小桃红之死并不是梅子林的本愿，这是有人设下了诱饵，布下了圈套，借他之手完成的一起谋杀。哦，是这样啊？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宋大人不妨推断一下此事的结局和缘由。刁庄主，你听好了，在我发现白骨案之前，你就察觉到竹如海与小桃红有刺探你如意院之意，你是大为光火，欲予以反击，你又想拉梅子林做成粮食换军马的大生意，于是乎
你设计了一场重头戏，想来个一箭三雕，这样你既可以除掉竹如海与小桃红，又可以做成这笔大生意，三则报复一下怨敌宋某。可是这样不错，接着往下说。驸马爷梅子林爱马如命，你就送他一匹价值不菲的北方良驹，设下诱饵，要挟其与你做成这笔生意。不想梅子林胆小怕事，5月19日他将马匹牵回如意院，想物归原主，落个清白之身。谁知等待他的是一场更大的阴谋。哟，驸马爷来了，替我谢过刁庄主的好意，驸马完璧归赵。哟，慢走，驸马爷。哎，驸马爷，慢走，驸马爷慢走。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哎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你听我给你解释啊，这个事情。你硬拉着梅子林坐下喝酒，装出12分的诚意，再三致歉，反而让梅子林觉得不好意思。生意不成，仁义在。你把马给我退回来，是责怪我给你下套，逼你做这粮草换军马的生意，对不对？我还能说什么好啊？我怎么说也说不清了，我唯有自罚自饮啊。来，你看我已经自罚自饮好几杯了，你要是再不原谅我，我就只有给你下跪了。哎，别，刁庄主，你可别这样，我可受不起。刁庄主，我也是无可奈何。来，你先坐，来。好吧，梅某就跟你喝一杯。好，来，倒上。倒快点，快点。哎，来，满上。与此同时，你阴谋的另一部分也开始实施了。去朱家唱戏的小桃红也被你从那家接出，绑架到了如意院。进去。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干啊！来，我帮你喝，啊！来，我再再一杯，给你满上一杯。显然，刁庄主是惯用此计的。如医院想必也常备着那样小包的白色药粉。总之，以往并非好色之徒的梅子林，那日喝了酒后却淫心乱动，难以自制。怎么这么热呀？很燥啊！哎呀！哎，管事。哎，哎，把驸马爷送去稍事休息，一会儿用轿子送回驸马府。是，庄主。驸马爷，我扶你去休息一会儿。休息一会儿就好了，来，慢点，驸马爷，慢点儿。Thank you.
驸马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把女戏子奸了，你还把她掐死了，你这是犯了人命关天的大罪呀！事情到这般地步，梅子林也认为是自己奸杀了小桃红。哎呀，宋提刑果然厉害呀！如此推断不仅说得十分精彩，而且与事实丝毫不差。哎呀，了不起了不起呀、啊、宋提刑，就冲这一点我刁某也是自叹不如，甘拜下风啊。既然我说得丝毫不差，那在公堂上你敢承认吗？你有这个胆量吗？你因何发笑？宋提刑，你我刚才所说的话是在这个小屋子里边说的悄悄话，出了这个小屋子那就不足为凭了。再说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对我来说当务之急是我做成了这桩粮草换军马的大庄生意。30条大船，50万斤粮食，想必已经运出京城百里之遥了吧。刁光斗，你不要想得太顺当。今天一早我已呈报兵部工部，责成沿途两岸的驻军不许官船运往北方敌国。是吗？宋慈啊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四品提刑官，在京城也就是一个中不溜的官而已，你说话能有几斤几两啊？其实你话音未落，我倒是得到了确凿的消息，我那些运粮船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10几道关卡，到达了苏州码头，在那里歇息一夜，次日便抵达他国之域了。30条大船的粮食运往北方敌国，这是卖国呀！朝廷重臣就没有人想到这有多可怕吗？宋大人，你说的也太可怕了吧？啊，弄点粮食上北方还不至于亡国吧？那些给我方便的官员也不会个个都是卖国贼，他们不过就是得到了点钱财，或者是卖给我个面子而已。宋大人，这回你该明白了吧？我承认在审案断案上我是不如你，可是要说谁在京城说话最算数，我说一句狂妄的话吧，你10个宋词也抵不了我刁某的一根手指头。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有把柄捏在我的手上，不敢让我亮出来，所以才对我这一介平民如此器重。他们对我是又怕又爱，又恨之入骨啊！你此话怎讲？宋大人，你看见了吧？这房子里边摆着8口大箱子，知道我为什么把它放在这防火防盗的小屋子里边严加看守，还装了暗道机关吗？就是因为这箱子里边放着一些见不得天日的秘密，京城里官员的丑事恶行，他们的底细全都在这里边装着呢。你明白了吧？
驸马爷梅子林，5月19日奸杀锦玉班女旦小桃红密室极录。这里边还有几张文稿，这是驸马爷监视他以后写下的供词，句句在录，你说他能脱得了干系吗？去年8月18日晚，钱江大潮起，午夜3刻，六合塔附近夫妻一具男尸，30余岁，体格强壮。这强壮男子乃临安知府吴某府中之跟班，其生性风流，好女色，且胆大包天，竟与吴知府之小妾勾搭成奸。吴知府得知后，将其弄死，抛尸江中，后被我刁某劫得尸体，并且弄到了几样物证。这是什么？这便是物证。那吴知府弄死了好色跟班之后，企图消失匿迹，被我刁某察觉，连夜拿了这个物证赶到了吴某知府，约见吴知府。当他看到这些物证之后，立刻吓得七魂飞出六魂半，当即跪倒在我的面前呐、啊！啊啊！锦玉班女旦绿妖，3月初8被杀密室，是如意院所请锦玉班女旦绿妖与几位青年男子相伴嬉戏饮酒，酒后几位男子欲与之亲近，皆被绿妖正色拒之，曰不可乱交啊。随后便有语言冲突，领头男子性格暴躁，挥拳打去，正中其脑侧，昏厥倒地，即被轮流监之，又将其掐死之后弃尸深谷之中。此事被刁某察觉，报之其父知晓。啊，收集了这物证若干，且有如意院的证人若干。你说的可是这桩白骨案？正是。那行报的男子便是当朝重臣曹某的嫡亲之子。你说的可是曹刚曹大人？刁光斗，这些东西你是从何得来啊？这可就密不可宣喽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有意思啊？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假如你也有一样东西被我抓住了，且有物证在手，你会不会对我敬重几分，畏惧几分呢？你会不会也想着把这些物证悄悄地夺回去呢？好，好啊！你居然收集了八大箱啊！这每一箱东西都跟当朝最有钱有势的人有关。好，今天宋某既然看见了，那就得借去一用。哎，那可不行，这不是我不肯，我将此箱子交出还能将功折罪，问题是当朝的许多官员们他们不愿意啊。不信的话，我把门口的几位高官们叫进来，你试一试。请。宋大人，你信不信，我只要轻轻地咳嗽几声，他们立马就会跑进来。怎么你们还没有谈完呢？啊，曹大人啊，
你看，宋提刑好像是非要把我带走不可呀。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宋慈啊，这件案子已经把驸马爷牵进来了，你还想让多少人卷进这里来呀？哎，算了吧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你总不能让宋皇插自己的女婿吧？该收则收，不必再较真了。走走走，咱们走、啊。曹大人，我然让刁光斗说中了。说什么了？啊？说什么了？啊？我怎么了我？啊？这，哎呀！哎，冯大人，冯大人，哎、来来来来，你来劝劝宋提刑吧。你们两个还没谈完啊？冯大人，哎，曹大人，这宋提刑不仅要把我带到提刑司去问话，而且还要把这八口大箱子全都拉走。你说我这是让他拉走呢，还是不让他拉走呢？不行，这绝对不行。还是不要拉得好。二位大人，你们果然是心怀鬼胎。赵捕头在。大人，差人将这八个箱子运至京城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来人，不行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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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万万不行。曹刚，这般行径有失体统了吧？我不管，我什么都不管了。来人呐，来人，在。我说宋慈啊，你小子犯什么邪啊，偏偏跟这八只箱子过不去。我看你这个提刑官还想不想干。你现在就走，你马上离开。曹大人果然是有备而来呀、啊，那宋只好强为了。英姑何在？英姑在此。宋皇守谕，宋慈奉旨查案，所到之处须听其召唤，遵其所令，任何人不得违反，违者斩。钦此。末将奉旨前来听令于宋提刑，请宋大人发令。来呀，在，将这八口箱子运至京城，直至皇宫选德殿。遵令。这完了，完了！哎呦，哎呀！宋慈，刚才所言，小桃红案已经查明，不再有误，千真万确，没有半点误差。好，好。你说驸马爷深陷小桃红一案，责任不大，完全是那个姓刁的歹徒设计，是吗？的确如此，圣上。驸马爷这回是上当受骗，歹徒如此行事，为的是做成一笔粮食换烈马的交易，除掉竹如海，意在栽赃宋慈。此案查有实据，没有差异。好，好，此案既已查清。关于粮食嘛，既然运出，也就罢了。反正江南粮草富足，被北方敌国骗去一些，也无足轻重。啊，只要将那个姓刁的歹徒抓起来，此案就大功告成了。宋慈，这次你办案可是劳苦功高啊，朕要好好的奖赏你。等等，圣上。怎么了，宋慈？圣上，此番宋慈进入如意院，另有重大发现。圣上，请看。
圣上，这八口箱子的底细需向您如实报说。圣上，此事于国于民有重大干系，圣上不可不听。这八口箱子所为何来？你慢慢说，待臣逐一说来。把八口箱子都打开了！哎呀，又完了！哎呦，这怎么办呀？圣上啊，我等都是忠臣呐！宋提刑啊，宋提刑，你可千万别这么做呀！你把我们大伙都给坑了呀！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冯御史，这是怎么了？你快带上，快带上啊！哎呦，这是第十九件密事，写的是三年前发生在清河坊的一桩秘而不宣的大案。圣上，此案涉及临安府、大理寺、后宫皇太后，还有几个太监侍卫。圣上，这是物证，请您逐一详查。如上所述，此案涉及吏部侍郎一人、工部录事两人、皇族众人，另外，圣上。圣上。圣上，朕睡着了吧？圣上，似乎方才小睡了一会儿，不知宋慈所言，圣上是否听劝？宋慈，你说到哪儿了？已经这么晚了。连日来你老是到处查案审案，累了吧？回去歇息吧。啊，朕连日来也是诸事操劳，有些乏力了。既然此案已了，
就到此为止吧。圣上，刚才宋慈已经说过，这八口箱子当中藏的秘密与国与民有重大关系，望圣上亲自审阅。圣上，不可以放过这些害群之马呀！圣上，宋爱卿，你回去歇息吧。这箱子里的东西嘛，容朕一一看过。朕确实累了，你暂且回去吧。啊，圣。送宋提刑回府。是。宋提刑，请回吧。臣告退。宋慈啊，你可不能这么做呀，你这么做把我们大家都给出卖了呀。宋慈，你把八大箱子里的事都跟圣上说了？你全都说了？当然，曹大人，我身为京畿提刑，知道有人行奸犯科，岂有藏匿不报之理。你知道你这么做会把朝廷的许多大臣害得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的。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啊。现在知道做个清官忠君爱民的重要性了，犯下如此恶行，现在后悔晚了。哎呀，着火了，哎呀，着火了。哎呀，救火救火，这可怎么办？还得救火呀，圣上在里边呢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诸位官员切莫慌乱，刚才只是一时失察走失烛火，这火烧一会儿自然就灭了，大家就不必进去了啊。一时失察走了火，那圣上不会有事吧？就是走失着火。哎呀，圣上不会有事就好了。你看看，哎呦，这火烧得多大，干什么去了都？皇上驾到。圣上，众爱卿，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深更半夜，这么多官员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宋爱卿，你还没走啊？圣上，选德殿着火了。啊，内侍失察，引起大火，还好扑救及时，没有引起大灾。宋爱卿。你刚才送来的那几口箱子不巧毁于大火之中啊。烧了。哎，那箱子都是一些陈年旧物，里面的东西又易着火，一转眼功夫便烧成灰烬了。啊，宋爱卿，这次你审案立了大功，朕要好好的奖赏你。明日早朝，朕要加封你为刑部左侍郎，官居二品。皇上，皇上英明啊！圣上英明啊！圣上英明啊！圣上英明啊！皇上英明，英明，英明啊！皇上，皇上。Thank you.
宋赐任提刑官以来，破案无数，惩恶扬善，扶助正义，居功至伟。朕今日要特别的奖赏他，将他的四品提刑升为二品，任刑部左侍郎。众爱卿，意味如何？圣上所言极是啊。宋慈为提刑官十余年，功劳巨大，无人可比。提为二品侍郎，极其合适啊！微臣竭力拥护，十分赞成啊！是啊，皇上英明，提拔俊才，可保我大宋江山万万年呢！皇上英明，皇上英明，英明啊！宋慈呢？宋慈怎么没来上早朝啊？圣上，提点京居刑狱宋慈将其四品官服及顶戴送至门外，自称辞去官职，自愿回乡做平民百姓去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各位大人都来了，兄弟不羁远迎啊！大胆刁民啊，竟敢与我等当朝重臣称兄道弟，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你眼中还有没有王法？姓刁的，你的末世到了！八大小子已经烧成灰烬，你还敢对我们抖威风吗？姓刁的，你也有今天呐！哼！怎么，八箱子都烧了，一把火烧了？多亏圣上英明，把那些东西烧的是干干净净，才还了我等的清白之身，真是皇恩浩荡如东海之水呀！来呀，将这恶徒乱拳打死，有道是法不责众，打死刁光斗，我曹某人保你们无罪。来呀，走，快快快快快快慈儿已辞去官职，回归故里，从此再也不会去做官了。时至今日，慈儿才明白，若要世道清明，除恶扬善，单凭我等仗义执法，查凶审案是无济于事的。孩儿已疲惫不已，不堪重负了。唯留下这本书，原想可以帮助后人，扶助大宋，现在看来也没有必要了。大宋这半壁江山不会太久。宋慈所著《洗冤集录》借助民间流传得以保存下来，这部我国最早的法医检验专著比欧洲最早的法医学著作早了300多年。该书在我国法医学发展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，该书曾被译为和、英、法、德等多国文字传入西方各国。该书不仅是古代法医学的经典，还因为书中大量符合近代法医学原理的科学论述，而成为从事现代刑侦法医工作者的入门必读。切
有多少冤嗟叹，空怅望，人寰无限，从生哀怨，气血盈虫啸苍天，孤帆叠影锁白练，残月生骤起烈烈风，尽吹散，尽吹散。滂沱雨无敌情，舍己流等彼岸，分离过云间，笑得生之时，长去鬼魅不休缠，看斜阳照大地，且莫从头转。骤起烈风，舍己安抚成子时，长去鬼魅不休缠，看斜阳照大地，且莫从从头转。